亚布中国呀。我去追他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来了，终于到了。哦，你很久哎、欸，太久了吧？快了吧？哇，你怎么开那么快？下山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油门吗？天都黑了哎、欸，月亮都跑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几点了？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。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大家好，我是科P传教士之体位。今天真的是哦，我已经孤专逼啊啦，我下面两集头熊多啊，你告我没？真的我只有几台车，本来是要请嘉宾一起，太热了，好，我舍不得啦，因为刚好嘉宾都是女生，所以我们要一台一台解释给你们听啊，请他们下车就好了。走，我们这第一台，我带你们直接过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自己开的是这一台啊，2022年的暴力啊，这不用讲了，这老板都讲过，这还好，主要是这个，我请车主下来跟你们解释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请嘉嘉跟你解释一下，问一下这台车哈，这台车是几年的？2004年。啊，马力你知道吗？265匹。油耗会比泰山大吗？我应该还有7耶。哎、欸，人家有7耶、欸，其实以泰山来讲吼，觉得都很省，因为泰山真的是太耗油了。好，第二位来宾是这个，他是娃娃，你这是几年的？这台是2015年的 CTR FK2。它原厂是310匹，扭力是40.8，然后是2.0涡轮。65手排嘛，65手排。你这个油耗会不会很耗油？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因为我之前稍微测了一下，1公升大概还可以跑10。目前你是两台比较起来是最省的。省欸、第三位来宾是珍珍。大家好，我是珍珍。不是你这个车是几年的？我这台是2018年的。啊，马力多少你还知道吗？原厂的马力是320匹。那我买这台车的前车主，他已经有先改了油冷啊，跟外挂式电脑，所以目前如果说再加上外挂式电脑的话，马力大概是在350匹左右。这个是系数，应该是2000的吧？2000涡轮，2.0T。好，谢谢房顾问，谢谢。因为我本来要一起讲，可是因为太热了，所以我们自己在晒太阳就好了。我们等一下会举办一个小游戏啊，什么游戏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游戏啊，准备开始了。等一下，游戏就很简单。你看我这个水有没有？我会尽量控制，不要让水舀出来。欸、如果它一直停，有没有啪？如果最输的人就要请吃饭。我们就开闸门就开始算哦。好，开始。哦，小心哦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是歪的。你要配合我，要对我会尽量配合。这台车你说你持有2年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花到什么最大条的维修费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就整理引擎啊，那个上次把引擎翻修的话18万，整修的话总共加那一次的引擎总共是40万。后面应该就没什么花了吧？就保养而已。就是一般保养而已。所以2年平均一年就是20万嘛？不能这样讲啊，因为那是翻修是我自己要换的、啊，它一样可以开啊。假设这台开一开，如果下一台你有想换什么车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了。就这一台了，就开到报废。车在人在，车亡人亡。这是小时候的圆梦梦想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为了要圆梦，圆梦就没了，没了。你看我很厉害吧？很厉害。水很满诶、欸，真的会摇诶、欸。这是你的技术要比我的技术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了、喔。啊，技术很，我还是要稍微倾斜，不然会反出来诶、欸。其实这种车我也开过，可是不是这一台啦，我们也是类似的。这无边框的车隔音一定会比较差一点，这是一定的。你懂诶、欸？这一定的啊，你会去隔音去强化吗？应该不会。对。像我就听不到排气管，我就是喜欢这个。那、啊、你就排骨改在车内，再改出去这样。加油哦你！哎、欸，你这样你比较那个嘞。哇，你看，还是我都不能动这样。可是这样一定会抓出来啊。一定会啊！你加油，我冲哦。冲啊，你没关系啊，你就开你的啊，因为你还有时间啊。你如果水最多，可是你秒数差很多还是会输啊。啊，可是重点来了，不要违规。没有违规啊。对，好，我们就前提。限速内，你看这边有个案例哦。对对对。我的限速哇，这动作嘞，好像你们的车都不太会借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会帮你老婆借人家吗？会啊，车不能借，车不能借，老婆可以借，对。
去，没有湿，没有湿啊，我不是女的啊，没有。你开太久一次会输啊，没有半滴出啊，可是太热蒸发了。有了有了 ，Oh my god！ 我看你整错往前倒，因为你我要往后啊，出好停。停下来就停，六分五十三秒。哎、欸，他最不减嘞！刚刚有一戳，有啊，超大一戳出去嘞。开始。开始。你这时候，你说车子开多久了？你持有多久？我这还是买一年多。一年多，那、欸、你开到现在，开花最多钱的有哪一笔吗？是什么之类的？没有什么改，我只买来就贴膜，然后换。这都跟我们一样，小卡针嘛，椅子也换了嘛。对对对。欸、我以前有做这个汤阿姨的，以前我坐下去是满的，现在是溢出来了。因为我觉得还是同椅会比较好开。一点的过弯都不会啊。可是就是有个坏处，就是不能躺了。没办法躺。对，那没办法躺。如果这台车你如果开腻了，你下一台会想换什么车？我其实很喜欢另外一台，可是那台有点超出我能力所及。没关系，还是我什么车 ？Lotus 的一台那个 ESG。没关系，车子会老，我们会长大的，总有一天我们买得起。因为我比较喜欢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对，这个保养应该是都算很便宜，因为它算日系车。对啊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其实就是勤换油、勤做保养，其实就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用的东西也不要太差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哦，好停，7:04，哎呦。都差不多哎、欸，哦，这次赢了，可是秒数输了。哎、欸，我走路还比较危险呢、欸。好，开始。你这台车有没有花到什么钱？保养还是什么之类的？目前为止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这台车算很少开，它也算持有比较短，对不对？对，目前因为它目前是半年，应该是半年多。你下一台车会想换什么车？下一台那个很遥远的。没关系，可以说出啊，为什么去选那一台车？下一台车会想要换 GT3， 对，那个还太遥远。不会啦，这个就已经我跟你讲，就像小石讲的，车子会老，人会长大，总有一天都买得起，不用担心。对，没错。不过现在这一台已经够我用了，它的马力。以我之前开的车子的话，会突然觉得之前的车都坏掉了。坏掉了，不能这样讲啊，他们是跑不快而已啦。也不是啊，就会有落差。对啊，因为你开到这种车之后，你要换车，其实就要去想说下一台是什么车。对，没错。但是如果真的喜欢它的话，其实就会一直留着。所以它为什么也算很保值？原因是这样，大家都不太会试出。对。如果真的要换的话，基本上也不会聊太多钱。那你之前开什么车？上一台车是 Integra DC5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你看我很强吧？对，很强。我真的，你的平衡感很好。这车这样算多吗？这次比较少。哇、哦哦！他故意的。哦，6:00。我的水比较溢出来比较多，它速度比较快。他来讲比较准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车上。他很厉害，他一直在瞧。对对啊，我出去我其实有稍微，我是个顺踩，我没有大力出。我是然后他就一直在控制，他平衡超好的。对对对，平衡超好的，他还蛮厉害。因为我手装了陀螺仪，他们咬我就这样刺激这样子、啊，对，他们咬我的手真的咬、啊，真的，你要不要播一下秒数？秒数掉掉，6:53:20。啊，对，第二个7:04，可是他水漏了最少，他、啊、的哇，这枪很快啊，速度很快，还冲过头哎、欸，多了一个路口，是啊，对，他前面报复就故意把我弄死，他水最啊喷比较多，所以你觉得最输的是谁？当然是他，把我的肚子弄湿了。他把我的肚子弄湿了嘛？这个啊，对 对，就是他。这个比赛好玩，真的，感觉没有很好玩。因为他湿太少了，可以重来一次吗？那他能湿？不然下次换你们拿杯子我开，开你们的车，戴个安全帽，把水杯放在上面，你们自己就怎么开，你们自己就怎么开了。比慢的就对了，慢的，回去回来3个小时这样。耶、yeah, ，吃饱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吃饱？有。你看，女生很简单，不饱就好了，好讲话了，不然她生气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下个行程，走。极速科技专营车用3C 音响主机，
耶、yeah, ！上次因为我们拍到太晚了，所以太黑了，所以今天要搬来这里。好、哦、啊，刚好你们三个都刚异口同声说山路会比较好，顺势刚好我们今天是山路，可以试个小鸭，等一下可以试看看，这样也不错。这一次一样会拿水杯，好、哦、啊，你们开。这次比少的，反正不是我们的车了嘛。最少的人要请吃饭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吃鳗鱼饭，没问题哦。Okay.我知道，我就穿泳裤来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。四百哦，不会了，我的手反击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哎、欸，你不要。开车会怕吗？好像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么远的地方，山路开起来是不是很爽？哦，爽，真的。跟你的比起来，这个比较轻快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就很明显，它都是紧贴在地面这样子。我心里还蛮小的。然后那水边刚是横的，如果放开就砸到它。刚死的，现在干掉了。耶、yeah, ，你看，一点点而已。很小哎、欸。对啊。主要是我的手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的手，啊、我是变斜的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怎么看得到、啊？看不到哎、欸，好了，好，我现在要上山了。开起来的感觉呢？就是感觉短轴的，就是后面会蛮灵活的，它后面就是会带着走。没有倒，为什么你拿的那么稳？哎呦，为什么那么干？有啦，都没有湿哎、欸，哦，讨厌，有掉吗？有啊，都这么一点点，看来阿科你以后当山轴啊，山轴，好，上山。你们那一天不是说山路比较好开，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也是故意挑山路，就是让你们如果你不好开，就打你自己的嘴巴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对啊，其实它真的很好开啊，感觉跟你的车比起来，啊、可是都是四传的，只是它轴距比较短而已，就很好过弯啊，就不用想太多，就丢过去。过弯就是对，就是过了就过了，它就是这样，好弯了就过了。刚好稍微比较快了，感觉就很扎实的一台车啊，很扎实，因为好像没有这种四传的小车哈，这么轴距这么短的，以为是吉普车而已嘛，那不一样。如果是比较有性能的小车，四传的真的没有。是他们在试车，是哈，是我在试车水龟打出来挑战，水龟自己挑战，哈，零滴哈，还是机器七，都不会喷出来啊。啊，厉害吧？我是不是应该倒满一点？倒满一点，来不及了。想说应该会有喷啊，我一开始因为啊，结果哎，意想不到，
手感不错吧？求生啊，应该就靠着那个看吐完了这样，水让它这样，有没有？还是你开，我拿，你去开一圈。好啊，来，耶，终于测完了，感谢三位嘉宾来这边，对吧？哦，也太赞，给我们新家一样。水杯测试了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去直接去吃饭的时候再公布啊，因为这边太热，等一下我们直接过去。好，再次感谢一下，这位是佳佳、娃娃还有珍珍，感谢三位。那我们就等一下过去再公布答案。好，好，耶、yeah。我觉得他的就是真的，一二档的时候就是转速要起来才比较乐趣，嗯，不然他低转速的时候就。感觉的看他看不好了，所以它是一台高转速的，对，那转速要高一点就会比较好开了，应该算高转速就比较好开。你开了这两天，你觉得以后喜欢这台车是不错了，说实在是不错，可是这车就是不是说很实用，像我家庭买这个就没有用，买这个人的可能就一定要有那种一台车以上啊，假设我现在有一台宾士的嘛，嗯、我再买这一台就是我拿来玩乐的。哦、我觉得是这样，對對對對，这真的是蛮玩乐。啊，像刚刚那三个女生，她们也是一个人大概有两台车。对啊，她们都是两台以上。对，好了，准备要去吃饭了。讲一下，今天带他们来吃什么？观天屋啊，这是很厉害的一家店。是在我们完美完美附近而已，因为有惩罚嘛，所以不用钱，我们就吃好一点。对，随便能点，点到他们说哦，不要了，不要太多了，没有。最输的是丹丹。都知道。丹丹。一、二、三。没有没有，自己吃。没有，我反过来就不用吃了。下一个，心机战哎，你们。三个，他不用吃哎。不用吃。两个就是 PK。我才碰到一下，已经很酸哎。要不要加一下 wasabi？ 哦，看了我就觉得酸。我觉得我都酸。我觉得我的牙齿好酸的感觉。那不怕酸啊？完全不怕酸啊！你是味觉丧失了，我痛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没有味道，还好哎。你失去味觉了，好，访问一下哈，啊，你开那个我们的暴力亚的感觉是怎样？其实因为我本来的车就是四缸车，所以就还好，没有太大的那种反差。差性比较对。哦，再换下一位，因为我没有开过四缸，然后它给我感觉就是它可以在弯中洗澡。然后我会觉得说它短轴的特性就是上弯中很灵敏，然后加上就是它油门反应还蛮快，而且刚刚就是三个人，然后又开冷气，哦对，所以我觉得油门反应其实还不错，虽然它排气量比较小，可是我觉得跟我配马比起来，我觉得它反而低速就是二三档在加速，感觉比我的还要快。对啊，有缺点吗？我觉得它的原厂刹车。还不太行，好，最后一位，嗯，看起来会轻巧很多，然后我觉得拉转的时候声浪听起来还很爽。好了，付钱，钱没有不见，他只是变蛮愉快的，对，变蛮愉快，我们马上吃下肚了，谢谢娃娃姐，谢谢娃娃姐，你说谁要收到一点出来都没有，有啊有啊，会接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任务完成，好，车也试好了，我们饭也吃了，好，输人也付钱了，好，希望下次再请他们过来，好，下次来之后我们请吃饭好了啦，对啊，不然请他们过来啊，还要输的请他们付钱，这样不好意思。喜欢的我们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极速科技。专营车用3C 音响主机。